欢迎论坛。害羞，害羞，真的好害羞。看着自己演出女主的 MV， 路易恩娇羞的表情藏不住了。但如果你以为他是因为跟黄蜂鸣演对手戏所以羞红脸，那就太天真了。黄蜂鸣从参加原子少年选秀节目被大家认识，现在是男团阿夸原少年的队长，是个目前才出道一年的演艺圈菜菜。不过他却能把 MV 女主也是演艺圈学姐的路易恩变成女友。就在上个月，黄蜂鸣停好机车回到家后，三个小时过去，突然有个女生出现在他家楼下，此女就是路易恩。滂沱大雨浇不醒炙热爱火，小两口在家里约会，四个半小时后才看到路易恩快步离开。虽然黄蜂鸣跟路易恩是在家约会，但其实更早之前恋人就曾被粉丝目击出双入对的身影，还爆料给本刊干温啊。为了呵护这段刚萌芽的恋情，本刊观察到黄蜂鸣其实很注意周遭状况。明明住家外面就可以停车，但黄蜂鸣每天回家小心翼翼，机车都停在白公池之外，还要东绕绕西绕绕才会转回家。路易恩之前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，演技备受肯定。他曾在受访时说，会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是圈内人，可以体谅自己拍戏时间不固定。现在跟黄蜂鸣传出恋爱的好消息，看来是得偿所望啦。